是在茉莉的房间，然后就是给各位看看我们的就是越南的那个外套，要有兴趣那么就到那个1716的房间。好，是阿棉特卖会哈，只有在越南才有这个好康的。就是自由进出门，我们房门开着，限定一个时段，因为我们姐姐是要休息哦，她挑完她还是要休息，我们就限定一个小时好不好？8点到9点特卖会，我自己就来1716报到这样子。我们回去大概安顿好也是8点以前就差不多了。就是门开着，就是逛夜市的意思啊，你就穿着拖鞋来，逛一逛啊，试穿，买衣服一定要试穿哦。好，穿过，没有看到喜欢就自己回房间休息，要来就再来。那可以开直播视讯，如果要帮家人带的话，好，我可以。这怎么弄的啊？哦，对，应该是算好那个。非常的高级，这变成了一个公寓式的。这是双人房，然后再看一下夜景，哇哦！这是专门给别人吸烟的。看一下夜景，哇，还不错，待会我就照一点相。不一样，他们阳台比较好。阳台偌多？我把回来，就休息。然后这一间房间有2间厕所，然后一样也有厨房，还有会议桌，和一个小客厅，然后这里是阳台，就是吸烟的地方。然后，但是你看这边的阳台的格局就跟我那一间的不一样，弱很多。哦，这是他的走廊。然后电梯也是非常的不错。那它也是仿照国际，就是说要刷卡，电梯要刷卡。那不是，那个是逃生梯，这个才是电梯。
漂亮啊。